艺人李倩蓉于2004年嫁给富商李德利，经常以全身名牌现身，贵妇般生活让人羡慕不已。不料日前却突然传出她的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大改变，原是因为李倩蓉近一个月都忙着搬家，突然变换环境生活，让她一时适应不来，连身体都开始出现状况，包括颈部和脚背莫名出现疼痛和肿块。进行检查后，却发现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走路会有点跛脚。李倩蓉把东西都搬到新家后，目前偌大家里只剩一张床、两盏灯，过程中让她深深的体会到，东西少一点，烦恼就少一点。加上近期的各种新闻，让他不禁感性表示，如果每个人的心单纯一点，相信世界会更好。天文迎来不少粉丝留言安慰，身体健康最重要，其余的都是小事啊。25号李倩蓉也被网友目击和老公出现在台北101，两人一起采购逛街，素颜看起来状态还是相当不错，粉丝们也可以放心喽。